每次我们去海边玩，弟弟都会偷喝海水。他说海水咸咸的很好喝，可是爸爸说不行。你们知道为什么企鹅可以喝海水吗？所有的动物包括企鹅都需要喝水，但是海水是它们唯一可以得到的水分。它们有特别的腺体，可以将盐从喝下的水中分离。企鹅的鼻子与众不同，它的鼻子里有许多的鼻腺，可以随时排出鼻涕，这样身体里多余的盐就会随着鼻涕被排出体外，所以这就是企鹅不怕咸海水还能够喝海水的原因。哦，我懂了，原来是这样啊。下次我要跟弟弟说，因为他不是企鹅，所以不能喝海水。小宝贝，大世界，下次再见。